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群众说：当你们祈祷时，不要唠叨，像外邦人那样，因为他们以为说得多，就会得到应允。不要学他们，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祈求他之前，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。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：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圣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。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债，如同我们宽恕亏负我们的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如果你们宽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。如果你们不宽恕别人，你们的父也不会宽恕你们的过犯。上主的话。